狗狗可以吃桂圆，桂圆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多种植物性抗氧化剂，维他命 C 具有抗氧化能力，对毛发皮肤有益，还可以增强免疫系统。抗氧化剂可以帮助狗狗提高免疫力。桂圆的纤维含量十分丰富，如果过多食用就会给狗狗肠胃造成负担，引起腹泻等症状。桂圆的含糖量也比较高，容易导致狗狗患上糖尿病，而且吃多了会有饱腹感，这样会造成狗狗吃不了其他东西，长期这样会造成狗狗营养不良，对狗狗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。给狗狗吃桂圆时要去壳去核，防止狗狗吞咽时被卡住导致窒息。